Hey， 大家好，我是陶喆，我即将在澳门要办演唱会了。没错，其实我自己非常的兴奋，因为在7月20号，在威尼斯人 Venetian 的 Cotai Strip， 我要带着我的所有的人班人马，我的 band， 还有我的非常厉害的舞者，加上。 陶喆这一次要挑战舞蹈，给你们看，你们一定要来看一下 ，check it out。